说到父母的，我还有一个，就是当时风靡全中国的一个养生类节目，就是说吃生茄子减肥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爸高血脂，我又那个肥胖症，然后我爸就说我们家以后什么都不吃了，就吃那个生茄子，就吃了一个星期，我咽都咽不下去。我说爸爸我不行了，然后我爸说懂什么懂啊，这个茄子我好不容易从隔壁邻居那里抢过来都没有了，我叫他们留下来，就硬吃，吃的我一个星期我都没办法排泄。然后后来呢，新闻就爆出来说嗯被抓进去了，我爸就把电视关掉。其实我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什么都给儿子试的那种。哇塞，哇，难怪他十几岁跑到美国去了。小时候啊，我儿子啊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人家说倒立很好，怎么训练呢？就是你需要怎么样？需要怎样？你趴着。先来做俯卧撑。我先做啊，俯卧撑。哎呦！啊，明白。啊！哎，谁啊？但是这招真的有用，用这种方式，他的手臂会越来越强壮，慢慢把它提高，真的就可以倒立。我妈妈身高不是特别高吗？多高？多高？你别乱比。就真的不是很高，1.545米左右吧，你知道？1.45米。然后我小时候真的，她就很担心我和我妹妹长不高，让爹穿上去趟去，让我拉着那个前面那个柱子，我们就在扯我的腿。啊，扯我腿，她觉得腿是能扯长的。妹妹现在多高？身高好像没有我高，但是也是扯得乱七八糟的。我突然间想到一个，你们小时候好像有一样东西是爸爸妈妈几乎都会给小朋友买的，火得不得了啊。对，最重要是那个时候啊，谁有就代表谁家就像有点富有哈，一穿上了之后马上、那个、我知道是那个是吧，嘿嘿嘿啊，对，嘿嘿嘿啊，什么玩意儿，串串香，他是那种穿在身上，青春美少女，对，脊椎矫正，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舞蹈特别熟悉，那个舞我有看过，你也看过，我看过，啊、再来一起跳。孩子驼背怎么办？就用这么多人都记得、啊、爸爸妈妈特别容易相信其他人东西，而且一旦那个人说哎，这个对你的孩子好，完蛋了，对，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都会让你试。刚才这个提议是峰哥提议的啊，对，我的提议就是不要盲目的养生，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，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适当的养生之道，保重身体，健健康康，所以大家一起来表决通过，我相信这个不用表决，每个人都希望有健康的身体，所以我们要不要通过？要，通过。好，第三个提案，我今天就选杨迪。谢谢。我发现中国的神秘力量被严重低估，我相信我是在座所有的特工里面外国朋友最多的一位人啊，因为我有一个节目经常和外国人在一起沟通交流，这么洋气的节目你们可能没有录制过啊。来，真点了。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有一些误解，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以为我们还在飞檐走壁，头发长长，然后出入骑熊猫。外国朋友觉得四川人家家都养了熊猫。对， cool。我记得有一个英国朋友，他说在英国当地学那个中文的教材，他们那个时候教材居然还是你好王同志，请问天安门怎么走，来到北京以后发现根本没有人说王同志，所以说可能中国这边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就有点滞后，所以中国有很多的神秘力量被严重给低估掉了。对，这真的就是很大的误会啊。而且我以前在外国上学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平时会经常打扮自己嘛，他们就会觉得很意外，然后他们每次看到我就是那种哇哦哇哦 international。
Amazing。 为什么？我觉得怎么会穿成这样？因为可能我穿的也比较时尚。你穿的是公主的泼泼裙那种出去，这样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很流行那种胸牌挂满身，然后那种小西装，然后里面配着一个 T 恤 you know， 然后再有一些比较 colorful 的 you know， 加上我的气质也很国际。但事实上，中国的 fashion 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很认可了。对，像那个维密 Victoria Secret， 哎，我知道。你看那些超模后面都是中国的色，这个色彩很多元素。对，而且还有那个 Balenciaga 新出的那些什么编织袋的那些包，其实那些都是中国的元素。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一个非常 fashion 的地方。我有吓到过我一个外国的朋友，就我以前在在瑞士打工的时候嘛，在餐馆，他有一次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，他找我，他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在他店里面打工的那个小男孩。那些年是我过气的时候，他到中国来吃饭，我开了火锅店，我开了五家了，他就觉得哇塞，你怎么在中国开五家回来，你应该很赚钱嘛什么什么。我说哎呀你来了，我说我请你吃火锅，把他带到店里面去，他看到我吃什么鸡爪，他已经开始有点疯了，看到出来什么肠子啊鸭肠子，他就觉得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换个锅，他要吃个番茄的锅，我说 OK， 我给他换个番茄的锅，他自己管自己吃，吃点肉 OK 的。他最后疯在什么时候是吧，就拿上来猪脑，因为我很爱吃猪脑，你懂吗？好吃，对啊，外国人看到这个内脏猪脑时候，他整个人就发疯，他说这是什么。我说 brand， 我说 pig brand， 在他的印象中，我吃 pig brand 和吃 Kobe brand 是没有区别的啊。他觉得你是僵尸，真的，有一辈子都没有联系过我。到中国来以后，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的 supervisor 是一个法国人，然后他当时来这边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带了水，因为他听说中国的水是不能喝的。特别夸张，后来是我们带他去北京逛了很多很多很好吃的地方，他才觉得说哦，原来中国是这样。但是奥运会真的是给我印象也特别深，我当时是主持一档冠军范儿的一个节目，就是每一个冠军都会来我们这，然后当时在里约，然后当时里约出去 shopping 的时候，人家会问我嘛，看到因为很多外国人说 Where are you from， 我说 I'm from China， 然后他们就哇、wow, 哦 you know， 他们就说 The 2008 Olympic， 等会儿啊、hey.哎大哥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was the best I ever seen。 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北京。是是是，其实我从小的愿望除了当一个歌手，就是想当一个奥运会的健儿。你奥运会你想参加什么项目啊？拜托，真的，我当时小的时候我就幻想，就是对，就是艺术体操，五年我每天都在家就这样旋转跳跃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体操的话肯定他说不定真能得奖呢，他那个范儿、他那个范儿真的可以。我来给他大家展示一下，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安慰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却不厌倦。要累死了，要累死了，要累死了。哎，累死自己啊。你就是你不给我发金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们这正好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来的这一些外国的朋友啊，怎么样形容中国，然后来了以后完全就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啊、我是德国人啊、德国人在中国也八年，然后、八年我来过中国之前我就非常喜欢看那个武侠剧是吧，然后武侠电影经常有一种建筑是吧，是那种宝塔、就是、宝塔这种是吧，是是是，对对妥、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去哪里、啊？但是呢，我来到中国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了，其实也没有很多，是吧？都是一些商场。哦，您来中国之前，您觉得中国遍地都是宝塔？全是宝塔。啊、对，我以为到处都是。而且中国其实还有一些神器。我觉得你就很神器啊！我是不是特别的神器？对。但是有我比我还神器的，就是我以前用一个软件叫上门搓澡。啊啊啊！